我们走到那个弯折角处就回来。这是木地板，你有感觉得到吗？有点飘雪，漂亮，跟那个北投是不差的，还是这边多一点雪比较漂亮。这边水多去了，好大。那个还有到后面，我们走走走。木头的底部就不要过去，就不要回去。